有哪个事情他能够学习你，那么我和刚好传到这个市场里过程啊，哪个时候谈我不能说嘛，对于那三分钟能接触到很好。另外呢，那么你个军袍呢？军袍，那气节啊，这个那个收衫的，那是为拉窗的感觉，轻轻的啦，木的个木呢个主角系冲出嚟，系啦，呢个唔使用力，悭啲力啲，系啦，两个所用力一齐就得。你而家仲要做呢个好用嘅呢个用力，啊，有啲用到咁咁深嘅情况。如果可能我逼死你咧，呢個拉咧一切就嚟衝，對衝唔出嚟嘛，拉就即刻變成呢嘢就過啦。我本来可以话，我直线完全我直线，
玩着玩着，一定能翻色成白色成啊！唔系净系一种单纯模仿啦，粗俾佢分分就唔使理解啦，当然啦，嗯，我粗，跟住粗粗到反正，啊，都做到呢、這个，工工艺啊，工匠，技术啊，原来技师，建筑师啊，设计师，嗰種嘅空間技巧，另外一個策略戰略咧，係會點咧？係咯，即係我你反而我好，我唔問你一做好，係啦，黐死逼一步補位，你唔好咁樣換手，係加去加加逼入去，咁不咁學識難咗。如果單純講學唔學到嘢，學到啦，有冇咁勁咧？可能你同初學嗰個啲你就。嗯、如果我咁样样太多，你食死我！错觉，你以为你已经练成，你俾我困难度障碍俾你，咁你先至有成功嘅，即系最后感受。变咗送死，啊逼过嚟，哎呀，佢哋送死，逼到自己又安全有效，啊，唔一定攞就到嗰个手指功，哇，唔会将自己，啲即系咩，运动伤害啦。如果牽動太多冇運動傷害，但係都冇效、冇威脅、冇防守就唔得。一個專門表述。